暑假了。虽然我没有暑假，但是正好趁着假期，我们来玩一下乐高打字机。非常大个的一个，所有的一切都和一个真的复古的打字机是一模一样的，除了它没有墨盒，不能够真的打出字。2079块，看看我要拼多久啊！所有材料都在这里，我们从第一包开始。橡胶皮套乘以九 ，Excuse me， 乘以九，好吧，一个，九个，好，下一页，这也要九个。我感觉我真的就是流水线上作业的某个女工。好了，逐渐熟练了起来呢。就是打字机放键盘的一个地方，都已经初具雏形了。现在要把这些都叠起来，做32个。女工的感觉又来了。没想到做到第三包就已经把按键给做好了，哎呀，好漂亮啊！第四包，它主要就是做了打字机内部的，就是你按键，你看它就会把它弹过去。这里有弹簧，好，我现在把它装上去。哦，好神奇！前面如果按键的话，这个就板就会翻起来，带动这个针往前敲，同时带动这里的扇叶齿轮。有带弹簧的这根杆子就会一个一个移动。很快了，这都已经。第八包了，已经蛮漂亮了哦。好了，现在不是乐的时候，还没做完呢。做完了，做完了，我做完了。乐高打字机拼装完成。It's night in the city, and I'm on my way back home. Humming on my favorite ditty, swinging like Natalie Cole. 随机附赠的还有这么一本本子，一开始我都不知道它用来干什么的，现在我知道了，它是放在打字机里面的纸，一共有43种语言，倒着卡在这个位置，这是静止的地方，然后就用轮胎的摩擦力把它给转进去，给我进去，然后我们需要把它推到最右侧。这个是属于一种复位，这个扳手啊，它如果是一台真正的打字机的话，它的功能有两个，一个是可以复位，就这样推过去，还有一个就是你往下一敲的时候是实现换行，是来调整它的这个行间距的。但现在的话，它只是一个装饰，并且它说明书上也提示了我们，因为比较脆弱，所以只能在推这个底部。键盘上的26个英文字母和问号键以及冒号键都是可以触发撞针向上弹的。我们来试着打几个字。当然了，因为毕竟是乐高的打字机，它不是真实的，所以剩下的这些12个假的撞针，本来的话它应该是和这几个按键一一对应的。好大一个空格键，全黑的，要是能够按下去就好了，但可惜了，这个只是一个装饰。每次按一个按键的时候，它只会往左边移一下，每个间距都是一样的哈，这样你就可以打出非常完美的一行字了。然后你很快就发现你打到头了，它不可能再往左边移了，能、no, 就这样。哎，就这样复位。还有的话就是这边有一个许按钮，这个就是调字的颜色的。打字机是如何实现给字上色彩的呢？就是靠前面带了2种墨的
一种缎带，上面一层是红色，下面一层是黑色。红色这档，它这个撞针就会打击红上面一点点的位置，敲出红色的字。中间档的时候就是敲不出任何颜色的。还有一个小小的彩蛋在背后屁股这里，它的贴纸，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其实是 Never give up on your dreams。 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往右推复位的时候，齿轮的声音确实非常的舒爽。整个这种复古小玩具我是非常喜欢的，其实这是我近期觉得乐高的商品里面我觉得最棒的一个。最后再读一下这封信吧。亲爱的乐高朋友，这套由粉丝设计师 Steve Guinness 和乐高创意团队共同创造的套装已经出现在你的办公桌上，这令我非常高兴。我的曾祖父即乐高创始人奥勒，出生于1891年，就在打字机和电话发明后的几年，这两项发明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通信方式。1958年，我的祖父在与这款套装一般的打字机上打出了乐高系统积木的专利申请。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坚持初衷，致力于启迪和培养未来的建设者，坚持不懈地重塑世界，一直到永远。谨致问候，托马斯·克尔克 ·Christensen。 Where this song might lead